你怎么跑这儿了？哎呀，我打电话你也不接，我当然在这找你了。你阿姨早产，孩子要进保温箱，我现在店又关门了，爸爸现在很难，你帮帮爸爸行吗？我刚给你付过赔偿金，我现在没钱。人家看你是明星，这根本就是勒索。你这样，找你朋友帮我借借。 刚才我出去接了个朋友，看到你爸在外面被记者认出来了，我怕他说错话被乱写，所以就把他带进来了。对不起啊。没有，这件事我应该说谢谢。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，前阵子我爸还打着我的名号去跟别人聊合作，想赚笔大钱，他哪有那能耐啊？差点被人给骗了，还好我发现的早。 如果你需要帮忙，不用，这件事我找公司就行。有的时候吧，我们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，所以就只有靠自己多想点办法。这方面我比较有经验，欢迎随时找我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好，淑仪。 客气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跟我爸说，让他别出去工作了，也别出去做生意了，我给他生活费。是许淑仪给你出的主意。同命相连。 听着还挺偶像剧的，吃醋了。我真没吃醋。我希望在你认识我之前，能遇到很多对你好、关心你的人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